哎、欸，请问你有什么心得啊？超爽的。有什么心得哦？就大家 BOF 就知道了。就想知道后续的，大概去友邦读 BOF 来看，或许就有。OK。我今天要讲，这是我的简报啊。简报刚刚前十分钟才做。导入在意面诊所导，这是我的名，这是我的 ID。然后，这是我导入的整形外科，啊，我们没有 Windows 的问题，因为我不会，啊，然后所有需要的技能啊什么，都是从卡拉克去讨论出来、制造出来，然后我们的护士都是用 EvoWN， 然后这样就有很多问题啊，你要叫护士用 command line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那。最后的解决方法就是用 QR code， 把所有 SOP 变成 QR code， 然后他们就 BBB， 然后结束，然后做成 SOP， 然后其他的东西就，这个也是 demo 了，他们用的时候就是长这样，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就是长这样，然后 VIN， 然后收信就是用 MTD， 然后 Browser Ice Whistle， 因为 Linux 可以用高内聚。它是高内聚，然后低耦合，所以我可以特定对某个工作去做某个项目。譬如说，这个护士只有上网，就只要让他可以上网，他不能做其他的事情。那一个，他是专门打报表，那只要让他打报表，然后软硬体都不需要更新，然后上网的方式，然后这是 TNUS， 然后照片的问题，这个可以自动转正、批次转正，然后用 image 合并术前术后，然后用 LaTeX 去做 QR code。然后 LibreOffice， 然后用这个看照片，然后看完，然后 SSI 用 IM， 那 MSN 啊什么的，都是这边 B2B， 然后合并，然后 MPlayer，SSH， 然后 Sync 备份档案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哎。